好，下面把这个明火交错十四抽哈，每天两抽，总共七天，我们一次把它抽完吧。不知道会不会抽到那个巴哈姆特跟贝西摩斯哈。好，第一抽。欸，我是不是要把那个抽卡动画打开啊？不然这样好没 feel 哦。格雷琴与海森堡。我们把那个抽卡动画打开，画面效果吗？还是领奖动画吧？还是什么？领奖动画。刚刚送的抽打几？不错不错。第二抽。晚上我会抽猎人啊，我会用那个观众的账号抽吧。来喽，白金，一定要黑金啊！不过妲己抽出来也是白金嘛，对不对？人马，好，格雷奇与海森堡，然后人马，在晚上十二点的话，在 YT 开那个猎人的那个龙科武装嘛，应该十二点就有了吧？然后顺便买一下那个礼包。想看我抽特选卡甲，晚上啊。送的有这种贝西跟庞贝，这么晒，这样运气很好。贝西跟庞贝，庞贝跟狗头，最好是这么晒。能代抽吗？我已经猎人已经有代抽了呢。来，夏侯惇算欧吗？夏侯惇垃圾啊！抱歉，我讲话比较直接一点。这克拉拉，现在还是蛮少出场的。来第五抽，嘿，我说真的，我这个官方送的东西哈，从来没有抽过什么好的。今天送了这种木天使，很好啊，木天使也是好卡。嗯哼，这是第几抽了？第六抽了吧？第五抽还是第六抽？又是白金。免费抽就是爽。来熊猫，熊猫好像也不错啊，不过现在兽队比较不太需要它了。送了重狗头，可是已经有复制人，有用吗？哎，狗头没什么用啊。又是白金，武装龙科洞窟打得到，打得到，但是我不想要打，浪费时间。那要花很多时间去打而且那个钥匙我宁愿拿去。做那个什么，你就拿去打蛇度。现在大家应该知道蛇度的重要性了吧？就每次的话都要大量的蛇度，所以呢，那个钥匙我不想要拿去浪费打那个武装龙科。这也是我比较推说直接买的比较划算，360而已，对。打七场也是要30几把。一次五把，七场要30几把，30几把要存一个礼拜。这是什么？暗古稀啊，这个也是没救。明天会有动态吗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这个不一样的卡夹抽出来，这个是三国系列的吧？好像是三国系列的卡夹。好垃圾，这是三国二吧？三国二最垃圾的卡夹。钻石还会加倍吗？我不知道嘞。合作好像都会有第二次加倍啦。独立系列卡夹我不确定会不会有。那这个还是没有。女武神，你看我这十四抽就很黑，干聊天室都欧洲人。该来了吧，黑的，再来一张狗头，直接完美复制人。上古哦，上古跟那个三国二差不多垃圾啊。35把会一次给你7种龙科，35把也是要一个礼拜，你听得懂吗？一个礼拜也是很久。我现在要快点把我的这个就汽油神全部熔炼完。我下一个熔炼牛魔王。我没有在买书跑的啦。
如果你们想要打那个前200名，可以去买。哎，最后一抽了哦，最后一抽会不会中呢？存了七天，哎，刚刚跑了一个更新呢，这可是这个卡夹是什么？八仙是不是？好像是八仙呢。啊，可是好像是小奖，这是八仙吗？八仙对，干中什么蛙哥的中离犬啊？好啦，14抽全部抽完啊，全部都是垃圾。哎，果然不能太相信官方。我看一下，全部都垃圾。来，我们这边全部把它删掉，妈的废物，干。